抛面子，就是得不得说。就以前我们那边的我就是不能输啊，回去播呗，那边也播，回去也播。我在这里装的不好。我是更不会的天气，想吃烧烤。我想吃烧烤了。欢迎小西子，小西子。小西子，你是干嘛？你一天都没有理我啊。你今天有吃鱼了吗？欢迎来肉。你今天有吃鱼了吗？鱼好吃吗？妈妈做的鱼吗？好吃吗？我不懂啊。做的什么鱼啊？我到现在还是，你打牌你就打牌吧，别刷。我到现在我就觉得，我要是想跟我妈说，我要是喜欢吃啥，我妈都知道。哪还用发个朋友圈呢？我他妈，我要是发个朋友圈，我妈估计后天才能看得到。我今天一天都没有鱼。反正我妈就是那么迟钝，真的。我要想吃啥，我妈都知道。我只是跟她讲。
我真的，我要是给我妈发个朋友圈说我要吃啥，她肯定是看不到的。你喜欢我的时候，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讲过你喜欢吃鱼。所以打牌吧，专心点啊，祝你赢多点钱。我真的今天我好想吃那个啥来着，我都忘记了。小西姐，好想你呢，可是我不喜欢打扰你了，因为我不爱吃鱼。咋了？要我个屁啊！我是说真的，挺想他的。谢谢哥哥。